边哈，尊师就是不忘本。那重道呢，就是要看重自己的慧命。那什么是慧命呢？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要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大德者，那常常回来佛堂上课，了解道理，这样子我们的慧命，自己的慧命才能够延续，大家知道吗？好，那或许最近呢，这就要跟大家共勉。那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里，那一样好，请各位请起身活动活动，喝个水，好，谢谢大家。